大家好，我是阿君，我是陈宝，我们是纯君三中大玩的。大家好。好，其实现在我们两个也到一定的年纪了，是可以被说是中年大叔的年纪了。没错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你一定会知道越来越多事情。嗯哼，但是有些事情呢，是无论如何，像我都搞不明白的。哦，像是什么事情？比方说，像我就很没有办法理解女，有时候真的很没办法理解女生到底在想什么啊。像有一件事情，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哦，你也有事情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什么事情呢？你看，像你这么瘦，那也就罢了。嗯哼，像我这么胖，怎么会交不到女朋友呢？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太胖了呢？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前一阵子不是什么棉花糖女孩正夯吗？我也没有听过什么棉花糖男孩这种事情啊。肥猪肉男孩更没有听过了吧？那是因为你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啊。啊，有这种潮流我也不知道。你就是所谓的那个 LKK， 这个才叫跟不上潮流吧？底下好多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是不是啊？哎，是 SPP 的，不要跟我讲话、啊。你才 SPP 的，你这个完全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游戏用语了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讲一些现代人听得懂的话？肥猪肉男孩，不是，就说这个没有流行过啊，怎么会？你这样讲就是不懂胖子的好处啊。好，你说说看，胖子有什么好处 ？OK， 你看，今天在一个女孩子面前，啊、是有两个人，一个像你这样子。身材标准的喜剧演员啊哈，第二个像我这样肥猪型啊，又有钱又有才华，温柔体贴，懂得讨女孩子欢心。你想他会怎么选择呢？你不要加那么多不存在的优点好不好？你刚刚从到尾你就只有一个是对的啊，长得像金城武啊，胖啊！你刚刚从到尾你也没说长得像金城武啊，不是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把金城武放在你眼前啊，是是是，慢慢变胖，慢慢变胖，然后变到跟我一样胖的时候，再把我放到旁边去啊，哦，完全不一样啊！废话，当然不一样啊！啊，果然我比较帅，对吧？不，绝对是金城武比较帅，好不好？不，你这是站在男性的观点来看，如果是女性的观点就不一样了。女性的观点就不一样，不一样了。不是，女生的观点绝对觉得金城武比较帅啊！你又不懂女人，你一开始就讲你不懂女人，对吧？我是不懂女人，没错。是啊，但是跟你比起来还是好那么一点点吧。哎呦哎呦，现在是在呛我喽？很明显吧？现在是一个刚刚才说自己不懂的女人的人在呛我喽？在呛我这个号称女人心翻译机的男人？你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号啊？你是不是有这个称号？我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吗？完全不知道。女人心翻译机是什么东西？你有看过哆啦 A 梦吗？有。那里面有一集呢，就是大雄很想知道静香一直被人家看洗澡是什么样的心情。Uh-huh. 就是跟哆啦 A 梦说：“哆啦 A 梦，加加加加，女人心翻译机。”有这集吗？有啊。不是，人家长什么样子？就跟我一模一样、啊。完全没有这集，绝对没有这一集。然后大雄就带着那个道具，想说去看静香洗澡。那静香。大雄也辛苦了哈，好，看了之后静香怎么想呢？这男的也太恶心了吧！通常都是这样想，没错。如果再胖个30公斤就好了，才不会这样想，绝对不会这样想，好不好？然后隔天胖虎就过去了，然后静香就才不可能，不是啦，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！怎么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？你到底懂不懂哆啦 A 梦啊？你才不懂哆啦 A 梦吧？我怎么不懂哆啦 A 梦？我跟你讲，不懂哆啦 A 梦就不会懂女人啊，两个哪有关联啊？所以是说你不懂女人是这样子啊？对，你才不懂女人吧？这对啊。好，你现在一直在呛我不懂女人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再怎么样也比你懂。那就是要比划比划咯。怎么样比划 ？OK， 现在我模拟一个场景啊、然后你来想想看说，说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，以及你要如何做才好？可以，合理哈，试试看。好，来，开始哦。啊，可以开始。啊！这个就是溺水嘛，简单的英雄救美。没事，我来救你了。啊，这个娃娃好可爱啊！为什么啊？啊，为什么会是娃娃好可爱啊？哎、欸，你真的不懂女人哎、欸！这个不懂女人什么？哪有女人这样子的？女人看到可爱的东西就会发出这种赞叹声啊！从来没有看过，好不好？底下还有人点头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这都是真实的、啊，真实的女人啊！没有这回事啊，我就没有看过这种女人。放下你的 A 麦，看看真实的女人好不好？才不，真实的女人就是这样子啊！我一开始也很难接受，但真的是这样。但我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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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。喜欢这个娃娃是不是？没事，我买给你。怎么死掉了？我都溺水了，你不救我呢？你还送我娃娃？你是不是人啊？不是啊，你将心比心，懂不懂啊？喂，有个人在你面前差点溺死了，你说那娃娃是怎样？说要相伴吗？那你好歹烧给我吧。不是，你看我不是说这样子叫，就是那个代表很喜欢娃娃吗？
哦，女人就是很像嘛，不，太像了啦！真实的女人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这种女人啊！哦、你真的是很糟糕哎、欸。不是，没有这种，哪有人女人这个叫声，喜欢东西的叫声跟溺水叫声一模一样啊？女人就是这样，一模一样。好好好，没办法接受，你也不用这个态度好不好？你无非就是想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对吧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OK， 再一次啊、哦！这次我已经猜中。好，看好啊！又一样、啊。溺水了，喜欢我吗？我猜不到，你真的很不懂女人、欸、你真的是完全不懂女人、欸、我真的完全不懂你的演技啊！我演技这么逼真，哪里逼真了、啊？刚刚那个场景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，你说说看，就是一个女的、她走到游泳池，发现里面有个娃娃好可爱，跳下去翻，发现自己不会游泳，于是就溺水，溺水的同时就想这娃娃好可爱哦，就这样子啊，才没有这种常见的场景呢，这辈子我就没有看过这种场景出现，你就没看过真正的女人嘛，真正的女人嘛，她的女人都这样啊，夏天特别容易发生呢、欸，不是。哦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觉得这样子你太偷鸡了。偷鸡？对，就是你从你都没有说发生什么事情，用演的我也看不出来。你等一下要讲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可以吧？哦，我懂了。你真的要讲出来哦。好，给你一次机会。哇，宝贝，这个好可爱啊！这样就简单多了嘛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来，我买给你。哇，谢谢宝贝、啊。没想到居然愿意买普悠玛号给人家。为什么是普悠玛号？哪个女人会想要普悠玛号啊？每个女人都想要普悠玛号，有这回事吗？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普悠玛号。你点头干嘛啊？对啊，大家都想要普悠玛号啊！不是啊，就算真的买了普悠玛号，你要开在哪里啊？就放在家里啊，这么简单，摆设吗？对啊，不是，我觉得普悠玛号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啊，穷鬼，不是这个问题吧？你这么穷，就不要跟人家想要说怎么懂女人嘛？不是吗？一般人都买不起的吧？买一个一般人买得起的东西好不好 ？OK OK， 好，哇，宝贝，这个好可爱啊！喜欢这个吗？没事，我买给你。哇，谢谢阿君，你对人家好好啊，居然愿意把你家的地契给我呢？为什么是我家地契啊？你总买得起了吧？我是买得起，没有错。是，我们今天去逛街，你去哪里看到我家地契的？阿君周边商品贩卖店。什么店啊？哪有那奇怪的店啊？有啊，它里面就卖一些你的存折啊、印章啊、用过的内衣裤啊。我家招小偷了是不是啊？哦，还有你的签名啊？没有，我的签名就比较正常一点啊，签在那个结婚证书上面。太可怕了吧！一式两份，想要就可以买。不是谁都可以跟我结婚了吗？更可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买不出去了，过分啊！印了一堆，后来就拿来包纪念品。可以不要忽然那么现实吗？何必不要忽然那么现实？女人就是这样子啊，很残忍的、啊。你无情，你残酷。换个东西好不好？换个东西，地契太奇怪了。地契太奇怪了。换一个，换个正常女人都会想要买的东西，每一个女人家里都有的东西。OK OK OK。哇，宝贝，这个好可爱啊！没问题，我买给你。啊，谢谢宝贝，对人家好好，居然愿意买这个黑人给人家。为什么是黑人啊？怎么会是黑人？每个女人都想要一个黑人啊。你这个思想是不是有一点偏激呢？你很不懂女人，哪个女人不喜欢黑人啊？你想想看，黑人那个很大哎、欸，不，这不能说，手很大，手很大可以拿很多东西，做很多家事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老二又长，讲出来了，就是不想你讲这个。所以每个女人都想要一个，不是嘛？就算真的要，是去哪里买也买不到，好不好？买得到啊，很简单。我爷爷那个年代好便宜啊！这绝对不能讲，绝对不能讲，买一送一，没有买一送一，不是这个太危险了。可不可以不要买东西的场景？不要买东西的女人的，不要换一个场景哦。那没有了，为什么会没有了？女人这种东西啊，除了买东西之外，就什么都……你才是最不懂女人的吧？谢谢大家。两人怎么培养默契？没有默契啊，哪来默契啊？觉得谁比较好笑？就是我们没有默契了吧？